现在呢，你就在我建国科技大学那边走一走，这是我一个人哦，现在啊，都很冷，讲话都好像这边应该是按摩行吧，算了，不懂，哎，随便他，哇塞，冷！哇，早上特别冷啊！现在也是差不多，应该是15度吧。很干净啊。哎，再买一些话，垃圾要完了。些篮球场，什么 tennis，还有泳池啊，我还记得有。蛮大一下这边，我走哪？走这边哎，果然是台湾，就是不同。连空气都这样香，哇！然后我嘴唇要裂了，糟糕！太冷了，我嘴巴，咦！看看，晚上都特别美啊，这边，全部灯啊，晚上。是我学校诶，亲嘛！天，真明白，怎么花样没了？等一下。这么大，新民啊！我看，中间那片嘛，我看，那草原是新民的巴掌，那一点嘛，这边大到这样，来上去啊！这也是我第一次啊。刚来到是收拾、整理这些东西吧，所以买东西，那学长全部很好。因为现在还很早，全部都还在睡觉，没有人呢。走哪一边呢？学院中心管理系设计工程学院，过来走啊！看，这只不过是彰化哦，如果是台北的话，更美哦。你看，真可爱啊，龙，哼，真可爱啊。
我刚才没发现呢，原来是龙哎，一条龙。哇塞！其实这边美女是很多啊，可是帅哥的话，目前为止好像只是看到我一个吧，有点可惜。哎，没有人过，听到我说话哟。哎，我晚上看的都是很美，早上也不错，还是晚上比较好。人哦，哇，这节奏很。哎，走不完呢、啊，这样快脚酸了、啊，走一下不？全部都斜坡啊，脚累啊。我真是酸了，干了啊！啊！哇，活力！脚都酸了，还活力，哎，哎，这什么？仙人掌，这样可爱的，狼伯伯这样，哈哈，百千树哎。哦，没有错的话，就是这间 ，Google 找到了，就是这间了。你看到这间，大哦，哎，哇，有鱼耶，看那，香梅啊，那边有一个小个篮球场，刚才看到比较大，这边果然就是不同。
会不会是昨天没整天都在做猪啊，所以现在脚没有用到啊，可是屁股特别有力啊。最近他们拍了 Google 啊，这是这一脚。哇，没有，看一下比拉米，十分钟了，分寸自由。1999 Liberty， 这种英文难不倒我，哼，工程学院，电子啊，我的行是这间了，电子，像我这样才适合来这种地方啊，没办法，呵呵，哎。应该一路走过来都看到一些人好像看我好像白痴这样，我也要拍给你们看啊，牺牲极大，知道吗？看一下我的学院，呼呼，3月3号我就要来了，要报到，看一下，一看就是不同，跟其他该看到的差太远了。这点应该是最好啊，没有办法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来了，呵呵，啊，对啊，是我来了，啊，有的下去，我走那样远，那迷路掉怎么办？哎，不能了，手腕腕，啊，可以回去了，我觉得，今天就到这边了。